你把那钱可以买包子的。啊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跟一个卖包子的结了婚。讲讲吧，算了算了，这只有爷们儿才听得懂、啊。大雪纯爷们儿，那是。你小心我抽你啊！吓死！来，喝水。哎，哥们儿，看着点啊，这个我的茶啊。后面字儿呢？什么地方啊？这是，你不是说什么国际酒店还市中心吗？这儿就市中心，你看牌子，帝豪国际大酒店。走走走。上不上啊？还得买张票。啊？你这个箱子超标了，还得买张票。什么标准？公交车购票标准。占了一个人的位置，就得买一张票。车里这么空，也没什么人，我又没碍着谁。那也不行，请买票吧。爸爸，售票不设找赎，那儿写的清清楚楚。你要想找回零钱啊，就在这儿当售票员吧。这不是诚心刁难人吗？谁诚心谁心里清楚。抱歉啊，我来晚了。来了就好。老谢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感谢的谢，贤能的贤，谢贤。幸会。
幸会啊！哎哎哎，走吧走吧。证件都带了吧？哎，带了。怎么了？坏了，我钱包没了。上次你就说钱包丢了，哎，你撒谎能不能换个花样啊？上次你是骗我的。上次我也没骗你。关云山，这已经是我们约的第三次了，你不是这个丢了，这是那个没找着，咱们都到这份上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不是，我的钱包真的是没有了。你要是不想离，你就明说，你何必来这套呢？谁说不想离了？你别这么自以为是好不好？这是，不是兄弟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小爱怎么自以为是了？行了行了，你少说两句。哎，不行，你是我未婚妻，谁要对你不礼貌，我就对他不客气。成专业饲养员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我要不喂他们，不就都饿死了？像你这么菩萨心肠的好女人都嫁不出去，老天不开眼呢。怎么了这是？哎，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位，相当的靠谱，真的，挺好的，不错。不行不行。这不是装嫩吗？这不是？你以为你自己又康又老啊？挺好看的，这让人看见了，以为我脑子有毛病呢。哎哎哎，那这个淑女，男人都喜欢淑女型的，穿这身准保成功。哎，还淑什么女呀？还剩女呢？姐，你也知道剩女啊？剩女贞德呀，不是给烧死了吗？不是那个剩，哎，这件，那是这个。是剩菜剩饭的剩。说我呢？专指25岁以上、30岁以下的未婚女性。谁想出来？30到35之间的叫剩斗士。35至40岁之间，像你这样的叫什么呀？必胜客。我亏你还笑得出来，45岁以上就直接升级为齐天大圣了。那孙猴子就该不高兴了。哎，你都不要，我觉得这挺好的。你不要，我要了啊。大学啊，来了。关老师，是摄影师。没看出来啊，还会这一招呢，恶人先告状。哎，大雪，人家是来反映事实的嘛。什么事实啊？人家关老师啊，钱包丢了，说是丢在公交车上了。你干脆说是我偷的得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抠门抠到这份上，一块钱的车票都要抠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最瞧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了。明明有钱，非得哭穷装孙子，摔一跤怪路不平。告诉你吧，你这种人呢，我见得多了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是狗急了跳墙，兔子急了乱咬人，是不是啊？想栽赃陷害我，门儿都没有。
大雪，大雪，你刚才这都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人家钱包要是真的丢在咱公交车上了，咱有义务帮找找。找呗，反正我没看着。哎，等等，就这俩，这俩人，这两个，哎，那一个外地人，这东西全丢了，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了，你得抓紧破这个案子。好，好的，只要有消息，我会立即通知你。谢谢你了。小雨，哎呀，我这儿有事儿，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。都说好了，你今天必须得来。今天这个靠谱啊？我这边出了点小状况，可能要晚一两天回去。你不就回去离婚签个字吗？啊？你是不是不爱回来啊？我真的有事儿。除了给妈做饭、喂流浪狗，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啊？不就是给网店拍照片吗？晚个一天两天不碍事儿啊？你先回来干活。反正你得回来补办证件，不是吗？那改天就不行吗？改天，改天这就给抢走了。你先给我汇点钱来好吗？我说你赶紧回来，我等着开工呢。行了行了，不说了，大不了我就当我的必胜客。必胜客？嗯，必胜客，我请你啊。好啊。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我现在该找人睡觉了。嗯，谢谢你啊。你没有证件，住哪儿啊？找个网吧打游戏，或者找个洗浴中心泡个澡、捏个脚都行。你身上有钱吗？有。下次啊，下次我请你吃饭，好吧？再见。到我们家去住吧。我没听错吧？你听得很清楚，去我们家住。到了。啊，你们家还真是开旅馆的。你以为你睡哪儿啊？就喜欢打听事儿，你不想惹麻烦吧？嗯，来吧。比不上酒店，你就凑合着住吧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真的。凑合在那边。我明天一大早上班，你要是碰见了我妈，随你怎么说吧。哎，今天早上那事儿，其实也怪我。往下说呀。算了，不提他了。别不提呀，要不是我请你吃，请你睡，你觉得欠了我的。
你不会跟我道歉吧？是，我真是狗儿呢。职业不错啊，嗯，医生啊，对，哟，你也是姑娘啊？对对对，北京回来的，职业不错呀，三十二，大点儿，大点儿，你是儿子女儿，还行，可以，一点都不错，儿子，你好呢，老师，哎，你是儿子女儿，我是女儿，哦，男大女不能超过十岁，没车可以，但必须有房。不能有贷款，婚后不能和公公婆婆住，长三辈内必须是城市户口。这不是来捣乱的吗？那是来总欢的。哎呀，我感觉真是的，太可笑了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哟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昨天晚上大雪带我回来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大雪的妈。啊，伯母你好。不好意思，我刚起床。哎呀，别客气，随便点，随便点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来跟在自己家里一样，快坐。哎，好，好，坐。贵姓啊？啊，免官姓贵。我是说，姓关。有五十了？哦，还没有。我看也不像嘛。有车吗？嗯，有。有房吗？有一套啊。是贷款还是？哦，我买的早，是全款买的。哦，好，那跟父母一起住？啊，我父母前几年已经过世了。哎呦，真是可惜呀！啊，是。你这要让你们旅游公司知道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你这可是以公肥私。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这叫整合资源，有效利用。
再说了，是那个团的导游主动找的我，这叫愿打愿挨。周末就这两天，到嘴的肉干嘛不吃啊？干不干？哎呀，姐，行了，姐，我求你了，啊！哎，姐姐，那车呢？找好了，中巴，对你来说小菜一碟。我可只管开车啊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管。瞧把你给吓的，让你当导游你也不会呀。反正你是主犯。那司机有，导游也有了，还差个照相呢。他们旅游不带相机啊？嗨，这个团出了个小岔子，大部分游客的相机要到后天才能到，行李给发错地方了。这不照相哪行啊？旅游嘛，不就是上车睡觉，下车照相吗？好吃吧？好吃。不过你看，我呢是因为证件丢了，住不了酒店，大学呢就把我带回家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干嘛那么客气啊？这大学也真是的啊，什么都瞒着我。好像我要难为他似的。小怪，你知道吗？大学小时候啊，功课可好了，在班里是班干部，是三好生。嘿，考大学那年呢，他迷上了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啊，整天看《红楼梦》啊，把高考给耽误了。要不现在怎么耍大轮了呢？那您说，当司机？可不嘛！你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当了公交车的司机。那多冤屈的慌啊！全是那个贾宝玉啊、林黛玉害的他的。婆婆，你也别这么说。小关，你说说，这《红楼梦》至于那么让人着迷、那么好看吗？啊？还是挺好看的。我知道，你得替他说话。喂，哎，兄弟，来，赶紧坐，刚泡的，您品尝一下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也好，三个月前我跟李爱的婚期就已经定了，所有亲戚朋友的请帖都发下去了，酒店我也都订好了。我们的婚期可不能再拖了，希望你老弟能理解我。你想让我做什么吧？你呢，先在这儿立个字据，就说呀，你愿意跟李爱离婚，等你把所有的证件都补办齐了，再去办离婚手续，啊？有这个必要吗？有啊，相当的有了。我告诉你，原定我们今天就去登记的，看来只有往后拖了。婚礼先举行，不过我们可不想新婚变重婚。老弟呀，不瞒你说呀，我要是你，像这么好的女人，绝对不能让她从我身边溜走啊。哟，忙着呢。回来了。哎。想不想赚点外快啊？好啊，不过我除了拍照，别的也不会啊。就是让你去拍照片的。不过是给一个旅行团的游客拍照。啊。
就知道你不愿意，算了，答应他。哎呦妈，吓我一跳！听我的，答应他。您这叫什么呀？您就让人家答应？不管什么，答应他。我答应啊。下一个，很好啊，专业的就是不一样。好是好，主要是我不喜欢这种摆拍的照片。照相不就这样吗？最好这下边再配上一行字儿：“某某某到此一游。”你不会是嫌人家俗吧？不是俗，是很假。就算你是搞专业的，也没必要贬低老百姓。我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。其实摄影的真谛啊，很简单，就是它存在过。这还是个名人说的，我特别赞同。这不得了吗？人家照张相就是这个意思，来过这儿，心情挺好的。还想搞艺术？别生气。怎么会呢？没事。那就好。有的人就怕人说他专业不好。我专业很好。偷拍我？不是偷拍，那叫抓拍。辛苦了，关老师。不辛苦，有钱赚是好事啊。要不然，这两天该喝西北风了。哪会呀、啊，我姐我妈心肠好着呢，让你白吃白住两天不成问题。都到家门口了，进去看看妈吧。还是算了吧，要是让她老人家撞见了，我还想走。妈都念叨你好几天了。我下周末回来陪她爬山。姐，你可千万别跟咱妈说我三过家门而不入啊。我走了，走了，高老师。今天赚钱了，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啊。
不必了吧？哎，不请你吃饭，实在说不过去。那就等你真的有钱了。哎，我可不喜欢欠人情啊。这样吧，明天晚上6点，我到你房间叫你啊。好啊。我睡了。你开着灯睡啊？这么晚了还敲我门，吓我一跳。吓一跳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啊。哎，说说，今天什么情况？什么什么情况啊？别跟我装蒜。我跟他没情况。行行行行，没关系啊，我问他去。哎呦妈！哎呦，行，我说还不行吗？从头说起。我跟他刚开始，行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那就说明确了，开始谈朋友了。哎呀，你说什么时候能够接触到实质问题啊？你要不好意思说的话呀，我去，怎么样？哎呦妈，我求求您了，我明天早上还上班呢，饶了我行不行啊？是我，你不会忘了我们的约会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吃晚饭啊。对。哎呦，我在打电话呢。没事没事，我给忘了，我昨天晚上跟人约了吃晚饭。哎呦，你没事吧你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，这事儿没关系啊，改天也行，反正我有时间。我什么？哎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走吧。啊。
甜点我们待会儿再点。请稍后。你要是觉得这儿环境不太舒服的话，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。没事没事，我以为你要请我吃大排档呢，你瞧我这穿的。没事，这也不是什么五星酒店。再说了，你穿的这身看上去挺舒服的，真的。谢谢。其实你并不像你妈妈说的那样。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她是……你不说我也知道。她肯定说《红楼梦》害惨了我，现在心里不平衡，嫁不出去了，导致性格越来越古怪，再这样下去，就更不正常了。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。无所谓。他要是在背后夸我，那才奇怪呢。我不需要被拯救。对，其实你没有任何问题。我本来就没问题。是，我是说，你很正常，你完全不用愁嫁不出去。你看你长得本来就，不难看，身材嘛。比专业模特可能差一点，但是也不错呀。而且关键是你有一种健康的、朴拙的美。你是说我像村姑？不，村姑身上有的气质，你未必有，但你身上有的，村姑没有。什么呀？成熟女性的风韵。大白话就是。女人味儿。怎么了？你不是本地人吧？不是，我是来离婚的。我前妻是本地人，准确的说，我还不能叫她叫前妻。我们这婚还没离掉呢。那是你不愿意还是他不想？都不是。婚姻这东西不好玩。我由于职业的关系，一年里边大部分时间都不能跟他在一起。那你一年有多少时间是跟他在一起的？一年也就两三个月啊，那恐怕是太少了。是两三个星期。那换了哪个女人都会受不了的。哦，你整天在外边跟着那些漂亮女模特打情骂俏的，还假模假式的说是工作，让你老婆独守空房啊？我没跟什么女模特打情骂俏，我是野外摄影师。没想到，这还真的没想到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年365天不在家守老婆，整天蹲在树棵里头拍动物。是啊。可实际上，真正导致我们婚姻完蛋的原因，还不仅仅是聚少离多。我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，可没为家里挣回一分钱。这才是关键。你拍的那些动物的照片呢？难道不能卖钱吗？我们这行就这样，在你没有成名之前，你的作品一钱不值。我是喜欢拍野生动物，我喜欢这个职业，
可为了挽救婚姻，我把这都放弃了，我去拍商业照片。可即便这样，他还是离开了我。要是喜欢这儿的话，就多待一阵子吧。是啊，我也真不想回去呢。我那合伙人要知道了，非气晕了不可。不是妈吹牛，你说这条街上哪家闺女都没有你们姐儿俩好看，是吗？那您觉得我跟小雨，我们俩谁好看啊？那当然是你呀。这种话以后您还是别说了，谁信？哎，其实啊，你们俩都挺好看的啊，各有各的特点。谢谢您了，妈，这可是我听到的最让我感动的话了。哟，你瞧你说的，好像我没夸过你。您说呢？妈，说实话，您觉得我有味儿吗？没味儿啊！看，是没味儿啊！我说老何，哼，你让我飞回去，我怎么飞啊？我没有身份证，也没护照，劫机啊！哎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怎么会拒绝工作呢？啊，开水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哎，哦，我这信号不太好啊。照片美，人也美，真的。我这两天听到的对我的赞美，比我这20多年听到的都多。不会吧？其实啊，我觉得以你的条件，不应该到现在还没人。人嘛，总是得做些妥协的。没有啊，你觉得我像是挑剔的人吗？有人呢，总是抱怨自己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一次两次还行，时间多了的话，就得检讨一下，是不是自己本身有问题了？什么问题呀？比如说性别取向啦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啦，或者过分的要求了。哦，当然，我相信你没有。可要是没有的话，那恐怕就得审视一下
自己的眼光了。为什么那个糟糕的家伙总是让我碰上呢？你的忠告说完了吗？啊，还有几句，算是我的惨痛教训，肺腑之言吧。一，这人呐，不能为了寂寞去恋爱，因为时间是个魔鬼，时间一长了，哪怕就是不爱对方，双方总是会产生感情的。第二，不能为了负责去结婚，因为如果你不爱对方的话，你为了负责去跟他结婚，那实际上是最不负责任的。第三，不管自己有多大有多老，不管你的家人朋友父母怎么催你，千万不能随便找个人就结婚。婚姻不像打牌，重新洗牌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。出去。怎么了？我说什么冒犯你了？出去。不是，你也甭在这住了。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？我到底说什么得罪你了？我就这样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出去。小子，明明看见我了，也不打个招呼，不理我。大学早回来了。我们家雪这是。这是怎么了？谁招的我们大学姑娘了？不要紧。张头，刘头。哎，要不然就是哪个乘客招的你了？你让我清醒一会儿，行不行啊？啊，我明白了。春去秋来，北极熊已经做好了过冬的准备，而我们的大雪姑娘已经开始思春了。少贫啊你！哎，生什么气嘛？这小男人也不犯法吧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寄给我这卡上交600块钱。对呀，这是你回来的车票钱呀。你也太过分了吧你啊。是你哭着喊着要拍商业照片的，给网店拍片怎么了？你赶紧回来吧。请注意，本路车遇到紧急情况，需要停到就近的派出所，请大家谅解。停车，开门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把车停下，开着门让我们走，什么人都没有。干嘛呀你？太会开车了！停下，故意找事儿呢你？干嘛呢你？开门，开门！
我上次就让你们跑了，算你们走狗屎运，这回谁都甭想跑。带开门！想干什么？报警了！把这破玩意儿给我收了。大姐，放我们一马成吗？行啊，乖乖的派出所去。啊！啊！大姐，大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找什么东西了吗？除了钱，别的都在。那你可真够运气的，没想到这仨还敢上我的车。我幸运，不是因为他们还能上这辆车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你。我发飙的样子，是不是吓着你了？准确的说，是震撼。哦，我瞎说的，你千万别生气啊。我有个请求。又要请我吃饭？能让我回你那儿住吗？上次那事儿啊，上次我跟你发脾气，是我的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没事儿。说实话，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明白，我究竟哪句。弟兄们都说，嗯，后会有期啊。过了一年，大家再见面，就说后会有期，这个妻就是妻子的妻了。后来再见面就说后会有期，后会成了后悔了。再后来说的是什么呢？呵呵，会有后期，也就是说会有二婚了。到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？大家见面的时候说的就是婚有后期呀，二婚也不管用了。我爸爸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说，他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来寻找爱的。那个时候我不懂，我初中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了，
他辜负了我妈。其实他是个很好很好的爸爸，只是跟我妈不合适而已。知道吗？有一天我会背着包，一个人去非洲。一个人，我已经计划好久了。真的？有一次我把我的想法跟我妹说了，她告诉了我妈，我妈还以为我疯了呢。你为什么要去非洲呢？我想去乞力马扎罗山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就在乞力马扎罗山。妈，您干什么呢？我找药，找那些小蓝药瓶。就是那抗焦虑的药，那个药不是早就停了吗？不行，我难受，我难受，我得吃。你哪难受啊？浑身都难受，小雪啊，妈要死了。你血压正常吗？就是血压正常，别的，我喘不过气来，我喘不过气来啊。我梦见你爸了，他跟我说他在那儿娶了个老婆，我要去的话就能当小的。我不想死。妈，爸都去世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是……那他干什么呀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托梦告诉我这个干什么呀？妈，爸以前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可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您就想开点吧。我想不开，你赶紧给我买药去，我难受。这个药跟那个药效差不多，你先吃两片啊。得了，这维生素你骗我，上回就骗过我了。你说你干什么呀？啊，干嘛要骗我呀？我又不是敌人，你干嘛什么事儿都瞒着我呀？我瞒着您什么呢？就说你跟小关的事儿吧，到底怎么着了？你也不跟我实话实说，好像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似的。你都四十了还找不着对象，我能不焦虑吗？那您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心里不舒服，那我就跟您聊聊。你好好想想。你这一辈子我为你操了多少心呢？啊，你本来完全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，非得迷那个红楼梦，这红楼梦毁了你一辈子。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开公交车，弄得跟操老爷们似的。行了，上班去吧。我已经迟到了，我今天只能调休了。我想再睡一会儿。妈，以后别再提《红楼梦》了，行吗？行不行？妈以前她也不这样。那是你记性太差了。前年有一次，不是还吵吵要离家出走吗？嫌咱俩净惹她生气。
他那是嫌我对你什么时候不是和颜悦色？嗨，我不就是嘴巴甜点，挑他爱听的说吗？家务活你比我干得多，他还是挑毛病。反正他是喜欢你不喜欢我，做什么都不可他的心。姐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改天我跟他谈谈，别让他净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。还是别谈了啊。你们旅行社最近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累，烦。哎，咱家那位艺术家走了没有啊？没呢。你是不是对他有点意思呀？别胡说。你就别装了。他这个人，我觉得吧，搞艺术的都有点不靠谱。他以前是搞野外摄影的，竟跟动物、大自然打交道了。他还去过非洲。姐，你不会是觅到什么知音了吧？以前你不是还说一个人要去爬非洲什么山？乞力马扎罗。老天哪！你要是有一天失踪了，肯定是他给拐卖了。他人不错呀。瞧瞧瞧瞧，还说对人家没有意思，都替他说上好话了。何总真是舍得破费呀，这趟过来没少花钱吧？一定拍好啊，能拍多美就拍多美。老关，你别小看这些玩意儿，意大利米兰、法国巴黎、美国纽约、日本东京，这都是最畅销的东西。这就是你说的那单大活啊？哼，老关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？怎么了？我是想要那种高贵、典雅、奢侈、钻石，像钻石那种感觉。拉倒吧你，玻璃就是玻璃，再怎么拍也拍不成钻石。不，态度决定一切啊！我觉得吧，你对这些东西还不够用心，你要拿出拍非洲野生动物那种感觉来，哎，说不定效果会不一样。你把它想象成非洲正在奔跑的狮子，正在捕猎的黑豹，正在……对不起，我没有你那种狂野的想象力。哎，闹情绪，又闹情绪是吧？哎呀，老高呢？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个脑筋呢，真该转变一下。你喜欢拍那野生动物，喜欢非洲大草原，这都可以，但你不能饿着肚子搞艺术吧？啊，喝着西北风，玩精神高贵。你拍一屋子照片，你说这些照片你就留给自己用，那不行啊！你得把这些作品换成钱，那才可以。搞商业摄影怎么了？啊，广告摄影就假了，就丑了，就不现实了吗？事业上就两种人，成功人士和失败者。我从来就没有成功过，所以呀，所以你选择面对现实了，啊？结果怎么样呢？我放弃了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向生活妥协了，结果又怎么样呢？我老婆还不是跟人跑了？我觉得吧，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。这样，等这条货做完了啊，我好好跟你谈谈人生。晚上给我发邮件，我可等着你呢。我都听见了。做自己想做的事儿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其实我早就能去非洲了。真走的时候吧，又不敢，怕人家说我是神经病，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，心理变态了。我也知道不用管这些风言风语的，可是到了节骨眼上吧，还是怕。我们都活得太累了。
云山，是我。明天上午我们举行婚礼，我希望你能来。嗯。你前妻邀请你去参加她的婚礼，你听见了？猜的。你说我要是答应了她，是不是有点二啊？她邀请你去，一定是很在意你的。如果你能给她真诚的祝福，你说她在意我，她在意我什么？在意你还爱不爱他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你就应该让人家踏踏实实的走红地毯。哎，没错。所以啊，你陪我去。我？对，就是你。这样呢，他就可以踏踏实实、安安心心的步入二婚殿堂。有时间我一定去给你做，好吧？哎呦，兄弟，欢迎欢迎！恭喜恭喜你们啊！谢谢。哦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廖晨雪。欢迎。恭喜你们！你能来，我真的挺高兴的。哎，嗯，口红能借我用一下吗？送你了。我觉得他不适合你。为什么？完全不搭调。倒不是说他是开大公共的，不般配，你懂吗？咱俩结婚的时候，人家都说般配，可结果怎么样呢？咱们俩是缘分已尽了，跟你们俩现在的情况不一样。行了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咱们不要说这些不愉快的事了。当然，我是怕以后没机会告诉你。谢谢。好好经营你们的婚姻，我是真心的。哎呀，真不能想象你会喜欢一个开大公共的。我打赌他连红酒都不会。今天可没少喝呀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多酒。行，
能说这话，说明你还没喝多。不客气，再来一个。别喝了。啊，老关，我觉得，我原来以为啊，这个城市里生活的最累的人是我廖承雪。可是我现在觉得，这人是你。大雪，你真是喝多了。你不想请我跳支舞吧？小姐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我宣布，这位先生和小姐当选为今天最默契舞蹈搭档，掌声祝贺他们！那先生，您说两句好吗？我就算了，我算了算了，我不说了。您说两句或者表演个节目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我真的不会，真的。那先生，您是婆家人还是娘家人？我是。我是新娘的前夫。没想到吧？今天他们结婚了，我很高兴。这婚姻呢，要么呢就是天堂，要么就是地狱。我呢，我是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，啊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站在这儿就像是一只斗败了的公鸡。没错，没关系，我承认，我确实败了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还是请这位女士说两句吧。这位女士，您说两句吧，好吗？祝贺新人新婚大喜，生活幸福美满。如果有人没有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，那并不表示没有竭尽全力的去爱你。如果你爱一个女人的话，就请温柔地呵护她。如果不爱，就早点直说。女人都很傻的，从她爱上你那一刻起，就会把全部的身心都交给你的。你也参加完了，你有什么不舍得的？什么时候走啊？
那就说再见了。后会有期。后悔有期。这是好事儿啊，多难得的机会，干妈还愁眉苦脸的。我不知道这次机会值不值得去把握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这只是一次考试，录取的概率很低。也许我会被录取，也许不会。而且。一切费用自理，对我来说太难了。这不是问题吧？你真的希望我离开这里？如果我再也不回来了呢？如果有人愿意帮你。你愿不愿意继续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？没有人能帮我。送给你。我15岁的时候，我爸爸送给我这本机油册，当时里边只有2张邮票。我能清楚地记得里边每一张邮票的来历跟故事。我不知道现在它值多少钱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个。我妈说这本邮册都可以做我的嫁妆了，这我就更不能要了。反正我也嫁不出去。更惨的是，嫁不出去的老姑娘，连到非洲去玩一把的梦想也不那么容易能实现。我想明白了，咱们两个人不能都折在这儿，至少得有一个人。敢把梦做下去。多拍点儿乞力马扎洛山上的雪景，拍好了发到我邮箱。以后你要是成了有名的摄影师，你可得记住啊。曾经有个开大公共的女司机。曾经为了你的事业赞助过你一本集邮册。Thank you.
长时间。你傻了吧？啊，你想什么呢？哎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别轻易相信别人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们这么多人劝你，怎么就不听呢？你，我就知道你得被他给涮了。他不是那种人，他不是哪种人啊，姐姐，他是哪种人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他还会回来是不是？啊，做梦吧你就。小雪，你怎么了？我走了。小雪，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吧，妈想开了，咱娘俩过。依依，默默，电视里那么多美女不看，我一纯爷们儿有什么好看的？这大雪她拨开了迷雾，她又重新站起来了。欢迎欢迎欢迎！车辆行人请注意安全。
Matata, tat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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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ta